来，兄弟们，今天雇一台 BMW 的 120i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要下一台要换什么车？还在想哎，因为这台太小了啊，在小朋友不方便啊。对啊，二宝出来了，车有点脏。还好，这是贴膜还是？对啊。颜色什么色？原本是蓝的。哦，原色蓝色。对啊。跑多少公里？46000吧，不到。买新车啊？我买新车，买新车。它是那个末代的 E 系列。改款前呢、啊？对啊。改装哪些东西 ？Race Linking Brembo， 然后我改了机器箱在里面。全段 KWB3 都去年改的，加起来应该差不多60吧。这两样，然后还有 PS4S 嘛，就都换掉了。嗯，对啊，有感觉吗？然后改一节，我觉得差蛮多的。嗯，改完差蛮多的，我觉得速度啊，起步也蛮快的，也很稳啊。对啊，堪用啊。怎么那么好？改完就要卖我？也没有啦，就开了一年差不多了，就觉得想换车。差不多了，还没锁定哪几台啊？还在看呢，还在看。车很好几台，可以先卖一台。家里还有。好，家里还有。好，有感觉大概多少钱？你说卖的价格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期望值大概110到110左右。我去外面问，差不多都是110、103、103到108，价格区间蛮乱的。Okay. 所以我想说，来找你应该会比较准一点。他说10多是人家估，他们可以现买的。对，所以我拿去给他看，大概2-3间都是砍这个价格。哦哟，好，我看一下哈。车子只有一个地方有换过，就前面的灯有换过，右边。因为我在停车场的时候被一台 BMW 亲到，然后就破了。啊，有阀门啊，遥控器吗？在这边。涡门免液，全车贴膜。这一颗。对。当时新车买多少钱？当时新车啊，它牌价就178，178。对，然后我也没有特别选配。19年开了4年，开4年，快5年。对，然后抽4年多。嗯，对。当时给他估的时候也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是今年6月给他估的，6月去估的。对。哦。试一下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没问题。声音不错。还可以的，就堪用，堪用，别踩啊，别踩啊，这里啊，错，这是一般模式，改完之后我都没有 Sport 开过，哦哟，就忘了这回事，觉得 Comfort 模式就好像蛮不错的，对，我应该会更线性的跟踩断 Sport 啊。错的感觉，感觉有差，有，我觉得差蛮，我觉得有差，但没有差很多了、嗯。我主要改这个，我都听那个机器箱的声音，就觉得很爽。就某一天突然要卖车的时候，想要卖车的时候，嗯、手机就突然出现你的影片，然后我就看了大概10几折吧，然后我说，我帮我看看好了，对，就感觉你的那个调调应该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合的啦，不然其实我也很懒得处理车子。那我妈没骂说家里一堆车，对吧、啊？就目前那时候估也是将近半年前的事情，没有六月吧，现在10月，差不多4个月。对啊，对，价钱我是觉得有落差，差多少？差蛮多的，真假的？看报多少嘛，我们就是反正就当交朋友嘛，然后如果有成就成，没成也没关系，对吧？因为我是想要换大一点的车子。可能休旅吧 ，GLC 或者是3系列的 Touring 吧，所以还在看，还在看啊，对吧、啊啊？差蛮多的耶，现在估7字头哎，七字头，嗯，七字头是有点太低了。对啊，我不知道那个价钱怎么来的，换钱。因为我问了家里的话，应该是5间啊，请问4间，有2间有看车，一家开100，一家开105，然后另外2家报90几，我没有跟你胡乱，真的。可能这几个月掉蛮多的价钱，我是没有研究啦，因为我就想说，不然这样嘛，好，你因为也是那是4个月前的事情，嗯，尽情再问看看，然后看我这边还能不能加，如果不能，我再看有没有下一个客户要接手的，也可以啦，可能价钱会漂亮一点，好、啊，是没问题的，通常给我的价钱就是落在7字头呢，如果类似的车种，
基本上我是不会胡乱这一块了，因为如果我说别人跟我报七八十好了，我就不可能来这边撞价钱了。应该想说我就没有必要再跑一趟了。对啊，可以了，研究看看。好，我们就讨论看看嘛，反正都我赖嘛。对啊，感谢你跑一趟啊，谢谢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19年的 BMW 120i， 跑40万多公里，改装铝圈、卡钳、避震、排气管、进气。全车贴膜，有兴趣加我首页 LINE， 我们什么车都有收，几万、几十、几百的车都有收，再不可以放100台以上，要找什么车也跟我联络哦。OK， 来，哆来咪发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，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